女生先优先，是吧？然后 ladies first， ladies first， 要不要签签字拆开？签字要签字的。Market decided。够一张，够一个。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已经翻成英文了。你请请学姐，那个学姐很久了。那个学姐，上课那个学姐是吧？这个没有，还是有一个吧。